走了。嗯，爸，您应该竭尽全力挽留他呀。不管怎么说，他陪您出去玩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安琪，你太过分了！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尖酸刻薄？说出话来像一把刀子，割得人家脸生疼。是吗？那是你还不太了解我。 韩宇是我的学生，又是我的助手。他还比你大几岁，你为什么不尊重他？他大不了我几岁，可他的野心却很大。爸，我有一种预感，早晚有一天他会把您从我的身边夺走的。你满脑子想的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我的判断绝对不会错的，早晚有一天您会成为他的俘虏的。你这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 先生，您来了，来了，里面请。好啊，您喝点什么茶？安息铁观音。啊，请稍后啊。哎，那位，小姐啊，对，她出去了。哦，先生，您不知道，我们这位茶道师的手艺啊，比那个小姐可强多了。要不您试试？好，试试。啊，您稍后啊。干嘛去啊？上班去。这都到了下班的点儿了，您上什么班啊？哎。啊。 错，谢谢先生。啊，请问以前那位小姐叫什么来着？她叫叶雨萌。叶雨萌，哇，名字好听，人也长得漂亮。啊，先生是不是看上她了？可是她已经名花有主了。是吗？哦，这男的是干什么的啊？我得跟他竞争竞争。啊，听雨萌说。 他是一大附属医院的医生，姓孙，好像姓孙。啊，孙向一。对，就是他。哦，好茶呀。再来一杯。好，再来一杯。什么？
您要亲自解剖那具绿色女尸啊？对。志远老师啊，您现在的身体状况能吃得消吗？我的身体状况没问题。那我还得跟保卫部门打个招呼。那就是你的事情了，跟我没关系吧？啊，是是是。啊，那您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啊？明天上午10点，让韩宇和刘医生当我的助手，其余的人一律不准入内。好，我知道了。你说什么？樱花茶道社的叶雨萌是孙向一的女朋友？这是意外的收获。那这么说，朱可然在孙向一家门口看见的那个从屋里出来的女人应该是她？完全有这种可能，叶雨萌有重大嫌疑。喂，报告陈处长，我是门岗值班员，樱花茶道社的一个叫福子的人来找您，您看。福子啊，你请他进来吧。是。是那位男青年。对，你先回避一下，我跟着他。好。有什么事情吗？要没什么事情你就给我出去，出去的时候别忘了关门。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爸。是安琪呀。爸。好了好了，别哭了，你这么一哭啊，把爸爸的心都哭乱了。那您还生我的气吗？爸爸怎么会生你的气呢？那您为什么不回家？啊，那是因为明天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解剖，不准备怎么行啊？我不信。爸爸怎么会骗你呢？那我陪你啊。好。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啊？我是来向你汇报一个重要的线索的，我们茶道社里有一个人特别特别可疑。谁啊？领班叶雨萌。叶雨萌？我们老板最信任的是谁啊？当然是领班了。可叶雨萌却说他不知道老板在什么地方，这合乎情理吗？你们是不知道啊，我们老板在家的时候啊，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要跟他去商量，就连买个茶叶茶具什么的也都是让他去办，他和我们老板的关系可不一般呢。哦，对了，特别是那天，你们前脚走啊，他后脚就摸进了烧水的水房里。那你知道他烧掉的那堆纸条里面都是些什么内容吗？都烧成灰了，什么也看不出来。我想他肯定是在销毁证据，这本身不就是证据吗？你说这事儿值不值得怀疑啊？你好像有点胡乱猜疑了吧？怎么能是胡乱猜疑呢？如果我们老板真的出了事儿，他不但没有一点难过的样子，还美滋滋的，就像捡了金元宝似的。依我之见，老板就算不是被他害死的，也一定和他有关系。会不会是他在我们老板面前露了什么马脚，被老板抓住了把柄，所以他才一不做二不休，雇人把老板害死了？
安琪，安琪，爸爸，有事吗？哎呀，看把你困的，赶紧回家吧。爸，外边天都那么黑了，我一个人回去害怕。好，咱们一起回家。真的？嗯。哎，那走吧。走。夫子反应的情况很重要，明天我去接触一下这个叶雨萌。啊，时间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爸爸，您累吗？好嘞。哎。烧掉的纸条上记着什么内容呢？到底他想隐瞒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来，嗯，哎，这是什么？比比袖长。哎呀，刘杰，不是，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呢？你说这么长时间了，那具女尸怎么变绿的？啊，你弄清楚了吗？啊？哪有那么快呀？你以为是一加一等于二呢？这科学上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这得慢慢来。慢慢来，时间允许吗？啊，北京一天一个电话的催，我跟你说啊，我这嘴里边起的全是泡，你知道吗？那你们呢？这死者的身份查清楚了吗？他为什么被害呀？被谁所害呀？到现在都还是个未知数吗？哎，媳妇儿，真生气了？哎，我错了，你说的都对。哎，陈光，你不是个老地下工作者吗？你对破案不是很有经验吗？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啊？你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你现在行啊，损我都会拐弯了啊。哎，媳妇儿，嗯，跟你说实话吧，破这种稀奇古怪的案子，我这心里边是一点底都没有。咱们再等等吧，也许到明天啊，这具女尸为什么会变绿就会真相大白了。怎么？谢教授已经通知我们了，明天上午10点他带着我和张涵予一起解剖这具神秘的绿色女尸。怎么了？啊？拿琴撒气啊？哟，你管我？我是管不着，但是我还是要善意的提醒你，这可是你赖以生存的工具。我饿不死。哼，饿死你也确实不太容易，但是我从你的琴声里面听出了你的喜怒哀乐。你也懂音乐？略知一二。你来这儿不会是专程跟我谈音乐的吧？谈音乐是个很好的切入点。那我就洗耳恭听了。好啊。喂。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谢志远教授吧？这么多年我好想你呀。你是谁啊？我是谁无所谓，说出来你也不认识。那你找我干什么？我提一个人你肯定熟悉，而且你们俩的关系还非同一般。谁？安永飞。安永飞？你是怎么认识他的？你
到底是谁？谢教授，你先别紧张。20多年前，你和安永飞共同研究过细菌和人体免疫的学术难题。后来，安永飞将你们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以他自己的名义发表。这件事情你不会忘记了吧？那些论文现在在哪儿？那些论文已经没有了，永飞已经走了，这些资料也就下落不明了。不不不，他们还在。还在？在哪儿？怎么样，感兴趣了吧？我当然感兴趣了。你快说，这些资料现在在哪儿？不瞒你说，这些资料就在我的手中。奇怪，怎么会在你的手里呢？这你就别管了。如果你想要的话，请阁下今晚8点到盘龙山的盘龙寺来找我。记住了，不许对任何人说，也不要迟到。我可是过时不候的。喂，喂喂，喂！什么？你把我的研究成果给了日本人？没有啊，我没有。报纸上都登了，你还敢说没有？不可能，这不是我干的，请你相信我，这绝不是我干的。撒谎，完全是撒谎。志远，滚开！志远，志远，你真的冤枉我了，真的冤枉我了。我怎么不冤枉别人？啊！你是个文贼，卑鄙无耻的小偷！你滚吧，我永远不想再看见你。我不是。志远，志远！如果你想要那些论文资料的话，今晚8点，盘龙山的盘龙寺来找我，过时不候。好了。啊，快到点了，我也该去训练了。好，那你去吧。嗯，安琪啊，你还是听我一句劝，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还是应该留在你父亲身边，老人家最怕孤独，你在与不在是不一样的。我知道了。你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我想就不用我再提醒你了。听你说话的口气和劝人的耐心程度，不用说我也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啊，干什么呢？你是机关干部，对吧？大机关干部。希望以后还能够再见到你，听你弹音乐。不不不不，弹音乐就不用了，在你面前我那是班门弄斧。不，我爱听，你讲得很有哲理。再见。再见。一会儿你跟我去一趟樱花茶道社，去接触一下那个叶雨萌。他怎么了？他有重大嫌疑。叶雨萌？嗯。对，我是。哈，你是福子啊？什么事儿？你说吧。什么？又出什么事了？侦察队紧急出动。谢教授，您来了。陈师傅，哎，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你是老山城了吧？没错，祖祖辈辈在这儿住了好几百年了。我想跟您打听个地方，不知您知不知道？您说，盘龙山上的盘龙寺。盘龙山啊？对，那可远了。有多远？从西城出去啊，经碧溪镇进盘龙山，盘龙寺就在盘龙山的山腰上，怎么说也50里啊。谢谢啊。
张医生，谢教授怎么还没来呀？会不会出什么事了？这样吧，我先去看看。抬走。是。怎么没找到？没有，看来今天的解剖无法进行了，咱们改日吧。这里由我来清理，你赶快去找找他吧。那就辛苦你了，再见。再见。今天早晨我因为家里有点急事儿，想告半天的假。我来了以后呢，一直没有看见叶领班，我心里就在想，我不管怎么样也得跟他说一声吧。于是我就去敲他的门。叶领班，叶领班，这大早他也不应该出去啊。叶领班，叶领班，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可全都讲清楚了。哎，哎，你们不会以为我是凶手吧？怎么会呢？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更不会冤枉一个好人。那我走了。你别急呀，我还想听听你的看法呢。我的看法是啊，对叶雨萌的死你怎么看呢？那他肯定是畏罪自杀。你说他是畏罪自杀，你有什么根据？我的分析是这样的，他那天烧毁证物的时候被我发现了，再加上我看他的眼神比较犀利，他就慌了手脚，所以他就服毒自尽了。你来干什么？我找你聊聊。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安琪，你别这样对我好吗？那你想让我怎么对你呢？难道还让我喊你一声小妈？你说这样的话可太伤人了。你把我爸爸从我身边夺走，怎么不说伤我呢？你能体会我这做女儿的心情吗？这种伤害该由谁来负责？安琪啊，水开了，要开水吗？不要。谢谢啊。安琪，这件事情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咱们改天再聊吧。我今天来就是想问你，你知不知道老师去哪里了？上班去了。没有，他没有来上班。那他可能去朋友家做客了。昨天晚上老师就走了，在今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解剖，要在平常他都会提前半个小时到，可今天太反常了。而且凡是我能想到的他有可能去的地方我都打过电话，但他们都说他没有去。那他
他去哪儿了？我觉得叶雨萌自杀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根据呢？根据咱们勘察现场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搏斗过的痕迹。从现场清理出的账目来看，他的确有贪污的嫌疑。证据呢？我们查阅了这几个月的经营账目，发现少了两本账。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福子举报他所收的东西，十有八九就是这两本账。你们看，这几颗书钉就是我在炉灶的灰烬中发现的。那这么说，他真的是畏罪自杀了？我的意见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个叶雨萌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更准确的应该说是蓄意谋杀。陈处，那请你说说你的理由。首先，他贪污的事儿还没有暴露出来。再说，他即便真的是贪污了，就茶道社那点钱，还不至于让他走上自杀这条绝路。依我看，他的死跟贪污没有多大关系。我突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发现了茶道社里边的什么秘密，因而招来了杀身之祸？这有句话是“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啊，别看这个茶道社很小，可是这里的水是既浑又深呐。我爸爸到底去哪儿了？哎，安琪，要不这样吧，你现在马上回家看看老师回没回去。那你呢？我回趟医院，老师如果再没有消息，你马上向有关部门报案。好。喂，嗯，好，好，小姐。哎，樱花茶道社那个康秀英又来了，她说有事要找我们，去，你就把她接去。好。来了。哎，啊，您请坐。哦，我就不坐了，我办完这点事儿就走。什么事儿？哦，我这儿有封信，您看看。您这是从哪儿拿来的？今天我做卫生的时候，在一个榻榻米底下发现的，我想可能对你们破案有用，就拿来了。好，真是太谢谢你了。不用谢，我们老板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与领班又惨遭不测，真是祸不单行。陈师傅，哎，问您个事儿啊。您说，你有没有看见谢教授啊？看见了。什么时候看见的？两个小时前。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盘龙山的盘龙寺。盘龙山的盘龙寺。这封信是樱花茶道社的老板娘千岛百惠子写给她的妹妹加代百惠子的。可是信写了，为什么没有寄出去呢？
也许是还没来得及吧。他信中说了些什么？千岛百惠子在信里向他妹妹倾诉了他内心的情感世界，并三番五次地提到了一个叫龟田红二的人。龟田红二？从这个名字上判断，龟田红二应该是个日本男人。嗯，应该是。千岛百惠子在信的末尾写道，他要亲自去找他，而且要解决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找他干什么？解决的这个重要事情又是什么？会不会是婚姻方面的事情啊？总之啊，证明他们俩的关系不一般。您分析的有道理。还有啊，千岛百惠子失踪的时间和他写这封信的时间基本相吻合，这就不能不让我们产生这种联想：千岛百惠子的失踪与这个龟田红二是不是有着一些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我们找到了这个龟田红二，就是破解千岛百惠子失踪的一把钥匙。对。谢教授，不好了。怎么了，朱可然？出大事了，师母她跳江自杀了。什么？她为什么要自杀？她在什么地方跳的江？在东水门。难道就没有人救她吗？她救是救了，没救着，被江水冲走了。老师，这是江边救她的老百姓捡到的信，是师母留给你的。志远，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想当初，我们俩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快乐生活。工作上，我们互帮互助，攻克无数课题难关，细菌与人体免疫的研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事业蒸蒸日上。同事们都说我俩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能找到你这么个人做我的知音，我只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快乐最幸福的女人。志远，我爱你，我永远永远爱你。最最幸福的是我们的女儿出生了，我特别感激你的是女儿的名字用了我的母姓，取名叫安琪。可是接踵而来的却全是灾难，我后悔我不该把咱们的研究成果以我的名字拿出去发表。你骂我打我我都不怪你，但我绝没有像你指责的那样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出卖给了日本人。你固执地认为我就是卖国贼，长时间地拒绝我的解释。亲密伴侣，恩爱夫妻，形同陌路人，我心如刀绞，万念俱灰，整日以泪洗面，伤心痛苦无以复加，活着还不如死去了好。我就是这么想的，今天我也要去这么做了。我要用死来证明我的清白，永别了我深爱，永别了我亲爱的女儿。妈妈，对不起你。喂，陈处长吗？我是朱可然。什么事儿？我想麻烦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我有非常重要的情况向您汇报。非常重要的情况？好，你等着，我马上就到。哎，好，谢谢，谢谢啊。
陈处长，你可来了，来，请坐。好，徐秘书，徐秘书，哎，在我跟陈处长谈话期间，任何人不准进来打扰。知道了啊。朱院长，你这是怎么了？弄得神神秘秘的，有什么重要情况？说吧。陈处长，我可是经过了反反复复、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才决定向组织汇报的。俗话说得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我这么做，在我们学术界可是大逆不道的。朱院长，你到底想说什么呀？说什么？你爸爸他不见了？我是谢志远，我如约来了。谁给我打的电话？请出来吧。我是谢志远，我如约来了。谁给我打的电话？给我出来吧。你胆还挺肥的，说来还就真来了。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有人想跟你见个面，我们也就赚点辛苦钱。这么说，是你给我打的电话？我？老子可没那个闲心。识相的就乖点，老老实实跟我们走。去哪儿？把他眼睛蒙上。你们带走！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走，放开我！走。老师，你们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绑架他？哟，一个不怕死的小娘们自己送上门来，这不是羊羔子往老虎嘴里钻吗？看着小娘们这长得细皮嫩肉的，跟他玩玩肯定够味儿。无耻！你们这群臭流氓！哎呀，不错不错，该凸的凸，该凹的凹。是个不错的新鲜货呀！给啊，把他带走！哎呀，我，是不是绿毛恶鬼来了？快跑！走！老师，你没事吧？我没事。走，咱们赶紧走。好。好，好，我马上到，你赶紧回来。好，就这样。陈叔，是马道成的电话吗？对，咱们走。去哪儿啊？谢教授回家了，咱们去看看。哦，好。
生我的孤愿，我的谁？